实就是重庆公道的一部分。那当然也希望说把让我能来香港的心声表达给当局。至于采取什么方式呢？当然找人自己做。你刚才有说过说，譬如说，好像香港政府没有给一个合理的交代给纳税人，像就是你至少做一个政策要有个原因吧，对不对？香港政府现在完全没有给任何原因呢。那详细的，反正应该明天记者会会有消息。那王丹今天他报纸拼命放消息，你觉得那个来源是什么？我觉得非常奇怪，而且做的那么大，对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很奇怪，对，好像统一有部署的，不像是单独一家的。我也觉得有点奇怪，有点奇怪哈。但是背后非常反常，但是有没有跟智联会那边在联络？因为我今天一天都在外面跑，所以还没有联系上。对，我想明天应该会有个结果。这样可以吧？谢谢，有画面就好了。